9日港媒报道，曾志伟一家在沙田宝福山纪念馆地下宝福堂为朱锡珍设灵，丧礼低调进行。曾志伟好友陈可辛和太太吴君如也来为朱锡珍送别，二人都没有接受访问。晚上10:30左右，曾志伟、曾国祥由密道去到一楼，曾志伟上车之后累得躺了下来，估计心力交瘁。